运动员一般是说憨，对，憨臭味比较多一点。你回答你的，你看我。郭宏志加入全明星宇宙，当面开唱前阶 CP， 干掉两位前辈。先别问一代名要扛几楼，看来香的不止前杰，还有白米饭啦。十五号前杰 CP 出席新节目首播记者会，旅美职棒好手郭宏志也在阵容加一喽。阿诗说先前被曝入主全明星四，小小郭真有此打算吗？旅美说希望你未来当小手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念个名，小曹的记录就靠你，不会过他的，不会过他的。不敢啊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如果你不在，可以说，就他坐我旁边。我觉得当领队的话，你就想办法干掉两位前辈。前姐，我是真的有点害怕，但是如果真的是小小郭哥的话，我先看一下你前面的表现再说。还是如果引领第三队的？可以啊，如果大家是有一个意愿，然后薪水够高的话。没有，我们运动员一般是说憨，对，憨臭味比较多一点。你回答你的，你看我。每一个情侣，每一个从小都是那个比较叛逆。我有跟杰哥很像。算了，我跟你真的还是比较大一点。甜点算是香还是臭？我还没闻到。甜点香啊，甜点是笑容又那么甜。哇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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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力相当，因为两个人都两座 MVP。但是我还是要替王说，因为他受伤了很长的三周的时间。因为像我们，对，像我运动员，其实你再回复到床上的时候，你不只是好像看起来没事，其实你是会害怕的。当然就是会怕再度受伤，会可能会害到团队，就是会心情会比较是这些顾虑啦。对啊，谢谢小杰。哇，是长青竹，哎，你看一对长青竹哦。两边看就超过百岁了，那个保险额度可能要高。